就是有一天我在舞团的更衣间，然后马赛克舞团的二团的总监传了几张马赛克的照片，那些照片是一般人都可以在 Google 上找到的照片，可是不知道那几张照片就是狂喜那支舞的剧照，然后是马萨格莱姆本人，然后Virginie 就是二团的总监，他跟我说他一直有梦想，想要把这几个照片把它重新拼凑起来，重现这一支舞，然后希望看我没有兴趣跟他一起工作这支舞，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说好啊，当然因为这个我就有对马萨格莱姆更深的研究，更深的了解。我们有找到一些文字上的描述，还有一些当时的一些评论，当然不多，所以在那个同时，在非常有限的资料的那个情况下，当然营造给我们更大的空间去想象，对凭着想象力把也许当时的那个情况那个画面呈现出来。所以每一次我们排练的时候，我们就把那时候可能有十张左右的剧照铺在教室前面，就像拼图一样，说这一个动作跟下一个哪一个画面接起来会比较顺，比较慢慢每一次排练的时候这样玩起来。当时是我们知道是哪一个人的作曲家，就是没有copy 的音乐找不到，所以我们遇到一个更大困难是如何找到一个适合这支舞的音乐。后来就在首演前的两个星期，我们还是找不到音乐。后来就在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机缘下，远从西班牙有一位作曲家就寄了一个 CD 来到舞团，然后总监Janet 就是把那个 CD 传给我们说，你们听听看，那你不知道里面是哪一种音乐。就放的第一首歌，音乐一出来，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就是我们要的音乐。结果我们后来发现，那个作曲家其实是受到另外一位西班牙的诗人的影响来编创，而那位诗人他那几首诗是受到马萨格莱姆的舞作写出来的，所以我们最后才发现这一个机缘下完全是连串在一起，我觉得非常神奇。